这些尸体都已经冰冷，似乎死去多时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此地危险，还是赶快疗伤要紧。我记得好像有人带了金创药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该死的锁链，谁来帮我一把？好像有人在呼救，快过去看看。这里好像有把武器，虽然不怎么趁手，还是先拿着防身吧。多管闲事。喂，我去身后。多谢了啊。你学着点，做人就要这样守法。若不是你婆婆妈妈的，我们和云帮主，怎么？走，掉了吧。海云，你为何执迷至此？废话少说！为何不知真假的破药伤及百千活人？你是兄弟们又何地？置我于何地？置道义于何地啊？道义能当饭吃，能当刀用，能杀人，能救命，统统都是狗屁。弱肉强食才是江湖的规则。人血泡出来的长生，老子不要，你也不准要！我是对不起兄弟们，但我对得起你。你几次三番拦我，大哥，今日恩断义绝。黄头小儿，可敢接我一刀？来得正好。痛快，再尝尝我这一招。黄头
我一刀。Thank you.
怎么样？你那伤不？敢问两位，这是云梦山谷的入口。昏迷期间，你念念叨叨，想不到云梦竟这……都怪这一会。云姐姐，周先扶她躺平，先扶她躺平。我看看，昭飞，你照顾着点小朋友，莫慌，先让她躺下，取冰袋来。我看看，这么多病人，我也来帮你。取柴胡二钱，桔梗二钱，连翘二钱。取青蒿一钱，黄连二钱，银花二钱半。我记得解表发汗的清银汤就是这些材料，现在只要磨粉熬煮，耐心等待就好了。这孩子是外感性，你这孩子补肾，补肾，这孩子补肾，补肾，这孩子这么说，你能看？你既懂些医理，这孩子先拜托你。这药我尝了，基本药引和煎法都没什么问题。我随你去西边看看，先让他喝下。怎么慌慌张张的？